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831，记得订阅完全娱乐频道，记得开启小铛铛哦。备受瞩目的《沙姆雷特》即将于21号在国家戏剧院连演4场，其中除了原班底朱德刚、林子恒、亮哲、陈大天外，还集结了新成员吴映洁、鬼鬼、蓝钧天、宋伟恩、阿喜、吴尊、大文等全新演员阵容。而首次出演舞台剧的鬼鬼，竟是饰演这个角色，让亮哲压力超级大。我压力最大的就是我要演他儿子啦。他要演我妈？对，我们在宫廷剧，我是沙姆雷特王子，他是我的母后。对，所以这个压力其实蛮大的。演妈了。对对，彼此的压力都蛮大的。对，阿内母后。而且我当初以为我跟王子是一对，就以为妈妈是跟王子在一起，结果殊不知哦，我是真的演妈妈。应该殊不知是竟然是跟我在一起。我跟你只有就是有名但无实的。你讲顺就好。真是很复杂，但是我就是这次演妈，然后这次又第一次演舞台剧，是心情特别的不同。是，然后你也是第一次吧？还是只有我？第一次。自从压力大开始，就是先有口角炎嘛，然后口角炎完之后，吓死我！以为你跟谁吵架哎？口角炎？没有，没事，没有。吵架也有哎，就是亲，这样算了。对，就是口角炎完之后呢？就竟然就长了针眼了，针眼长完之后，就为了让自己的身体降火气，结果就急性肠胃炎了，然后半夜在家里的浴室就狂吐这样。哇天哪！然后肠胃炎结束之后，身体太寒就感冒了。哇！就是一连串的这个是非常的冗长，但是我觉得过程中自己的身心状态都重新回过头来重新检视一次，我觉得这个。对于我在表演艺术的工作上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。哎呀，沙姆雷特真的让韦恩背负着满满的压力，不过却意外让他遇见小时候的偶像。他可以碰到小时候的偶像，他也觉得很棒，是吧？讲一些好笑的。Shake baby is the cute baby love you。对对对，天气突然放晴，彩虹挂上天际，有一种。哎，我们要唱的是别的歌，我的新歌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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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好失控啊！这边完全不受控。这边人我那天在排练场突然发现，我们好多人都有出过 EP 或是专辑耶。我们都是音乐人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对。我们都是充满音乐梦想的舞台剧演员，他很喜欢在角落放我们每个人不一样、不同人的 MV， 然后大家听到就会自己被 Q 到，想说是谁？给我关掉！就在里面，都大家开始唱歌跳舞。对，我们每……但我想先说的是，我每天真的都会跳舞，都会跳我的歌够。大家会跳吗？会，他们真的，他们真的会跳，而且我们是，这是我们的热身操。对，因为我们中南部会加跳这个。对，这是我们的热身操。就期待演出的时候会有这个小彩蛋啦。而这么多新进演员，朱德刚对他们可是赞誉有加。我没有常常来拍戏，所以偶尔差不多一个礼拜啊，或者是三四天以后来，就发现到他们好像又蜕变了，又重生了。每一次我都蜕变。真的，我刚以为你要讲我们蜕。不好意思，因为相声演员用词是比较典雅一点的，对，所以就觉得他们每一次都不一样。那一直到现在，我发现到他们是有资格被称为是很专业的舞台剧演员的，是真的。哇，打演一天会让他护头啊！这是说相声是搞笑没有关系啊。没有啦，是真的，所以我觉得跟这些年轻的演员合作哈，也让我学习到很多。跟他们在一起，我觉得自己也变年轻。跟我们一样，只有20岁。啊，最好了，好。沙姆雷特这个令人期待的全新演员阵容，相信一定值得大家空出时间买张票进国家戏剧院支持一波啦！完全乐，周梦杰、蔡崇荣采访报道。关注你了。